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破一下我的女神赵丽颖吧，相信她也是你们的女神，哈哈。赵丽颖，一个1987年10月16日出生在河北省廊坊市的小姑娘，中国内地著名女演员。2006年因获得雅虎搜索比赛，在冯小刚执导的广告片《贵族篇》中担任女主角。同年签约华谊兄弟公司，并与周迅合拍《玉兰》有广告。2011年时在《还珠格格》里饰演晴儿，一角被观众所熟知。2013年又因《陆贞传奇》而获得知名度，获得更多关注。2014年3月在都市情感剧《妻子的秘密》中饰演成熟稳重大度隐忍的江家继承人江百合。该剧开播后以平均 6.14% 的收视份额成为全国网同时段收视冠军。2014年10月在第10届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投票活动中被选为金鹰女神，因她的努力所以有了拼命三娘的称号。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娱乐圈，明星在一起拍戏难免生出情愫。近日赵丽颖被曝出因为怀孕3个月而停工休息，绯闻对方是凤少凤。我不要说了，我不信，还有他们穿情侣装一起出入酒店的照片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女神你等我长大好不好。但是随后赵丽颖发个文澄清怀孕一事，不知道说啥了，我给大家批个叉吧。途中赵丽颖穿着厚厚的平底鞋，美美的仙女裙。赵丽颖和冯绍峰也合作过很多次了，颖儿国里两人有感情戏，新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也有感情戏，不知道两人是真爱还是炒作呢。不管是真爱还是炒作，真相总会大白的。跟我一样喜欢颖宝的就关注吧，路过的就评论一下吧，让我知道你曾来过。